接下来这位歌手很纠结，今天要唱什么？纠结到昨天晚上喝了3杯天籁之音、天赐有机的经典有机奶，结果还是失眠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住着某个人，我也是。那我们欢迎接下来这位歌手带来的《全世界失眠》。如何爱你爱到
终点。我刚刚说我们心中都有住着某个人，这首歌是送给他的。哇哦哇哦哇哦，谢谢我们的老师们，谢谢。声音有故事了里面，对，所以刚唱从声音里面可以看到一些画面，对对画面感。对对对对，